快走吧，他马上就来了。他算个什么东？凭什么他来我就得走啊？就因为他是你相亲对象是吗？跟这个没有关系。总之你俩不能见面，快走行吗？他几点来你这儿？6点。那不还有半个小时呢吗？我再多陪你一会儿行吗？啊？你不用陪我，我真没事儿。你这个腿脚没事吗？你看。你被车撞的时候我第一个跑到医院陪你，检查都是我陪你做的，治疗费也是我出的，现在他要来你家照顾你我就得走是吧？啊，他咋这么大排气量呢？我这个前任是比不了他这个相亲对象是吗？说什么呢？本来就是，而且你看你现在看完病了，腿都结痂了他才来看你，到最后了他来照顾你来个收尾是吧？显得都是他的功劳了，他装什么呢他？你是第一个知道的，人家是事后才知道的，当然没有你到的及时。你还替他说话？我做这些我都是该你的，都是欠你的是吧？我从来没有让你为我做过什么，你去医院帮我真的很感谢你，我把医药费转给你，你走吧。我不走。我跟你说你别给我转啊，我就是欠你的，5年前我抛下你我跟你分手，我现在我就是来弥补你的嘛，我就是该，我活该，真的，我做这些我开心，我乐意，我自愿。你就是让我为你做点什么，我心里才舒服呢。你还想做什么？我给你换药吧，省得我走了之后你那个相亲对象来了，再把我的活给我抢。对，过来一点，来。涂药就好好涂药。你打我干嘛呀？要是你相亲对象给你涂这个药，你也打他吗？给我自己拿。啊，好好好，我不碰你了，好吧。我好好给你涂，疼吗？你干嘛？我给你吹吹，促进吸收。什么药就用吹来促进吸收啊？我刚看说明书了，就是这么写的。你想不想恢复快点？你想了你就听我的。都吹了有5分钟了，可以了吧？再多睡会儿吧，啊。但是我看你脸都红了，不会缺氧了吧？哎，我说实话，我真有点头晕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我得歇歇。谁敲你家门了？是你相亲对象吗？他怎么提前到了？你快躲起来，快快快！哎